我都配料呀，这辣子妹儿。这家是大姐特别推荐的，沙湖星云。姐姐一直说他们家包子做的好吃，一块五一个，你要不要勺子？勺子。五啊。好美味，我叫他这个面发的不酸也不粘牙齿啊。你整点辣子发回去，而且这个馅也很香。辣椒加辣椒，不辣椒和油辣椒。咱们一会儿怎么了？哎，我加点。快叫，太好吃了。我抓个的米粉是真的好吃。看我们这吃辣椒很狠。吃光了，光盘心动。给姐夫哥带一份米粉，我们现在又去田里了，又有人来摘葡萄了。沙县旅游城市天天都有很多游客的，这个应该就是路边过来的重庆的客人，体验采摘的乐趣。我们去看看。这个蒲之梦吃的特别甜，又甜又香。哪个要甜一斤？这个蒲之梦，这个是很甜很香的，它甜度特别高，这个。要摘那个红色的，越红越甜。我给您摘个，你尝一下，这个特别甜。这个也是很甜的，对，林树的，因为像这个品种，阳光玫瑰比较普遍，像这个品种我们本地基本上没有，然后本地有很多顾客都会上门来采摘，还挺多的。哪个品种？它比较稀少，像种葡萄的都会种这个阳光玫瑰，它比较普遍，味道又比较不错，因为市面上量比较大，所以它价格也比较便宜。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。这个我们本地有很多就是过来上门采摘，特别是带着小朋友过来，可以体验这种农家的乐趣。没看到过，两个地方。对，他没见过，就很。这个阳光玫瑰稍微好一点，因为它硬度可以，能放。你们是从重庆过来旅游的，对吧？是。好，身体健康。慢走哈。祝你们玩得开心哦！回去了，出来几天了。这两个地方隔得很近，这边就是马路，哥哥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摆摊的，有人要的话就直接来这采摘，摘新鲜的。要收的是啥？小虎摊。小老板。斤半。一斤半。加点辣椒，等会儿炒菜吃。我们的西红柿干死了啊！哇！之前我东哥不是被我扒出来了吗？他们家会不会有人偷？看，不晓得这儿。因为东哥才煮呢，应该搬不走，而且又很便宜。叶婆婆的花椒摘几个，好香啊！咋？看这个，盖在这儿了，这么大一个，又有北乐。嗯，这没事儿，它不会坏的。老南瓜本来是吃嫩的，长老了。早饭吃了，自带食材，自带厨师。我们忙的时候真的挺累的，像那段时间我们西红柿上市的时候，录制的那一段时间天天都是水煮菜，各种煮，其实太累了都没精力找饭吃，每天一到家就想着摊着，那我们坐下来就可以搞饭吃，让大姐休息一下。现在这个秋辣椒会比较辣一些。
1500加1500。修饰每天换辣椒。又有客人来买葡萄，应该今天是第七波客人了。走，漂亮的姐姐，是、哦、他在这里读书了吗？他上大学的，他放暑假的。你看你两边都搞起，哎呀，这个生意做的。我本来前两天来的，一直都没时间。今天俺娘亏事儿。我们一起挣的，他们就把树都吃了。吃饭了，哎，马齿苋、西红柿、南瓜叶、苦瓜，这苦瓜是他们的，大姐的，红辣椒、青辣椒炒肉，豇豆儿。弄南瓜、茄子、老黄瓜。好啊，开餐。我也喝点二锅。嗯。啊？先讲完了，讲完了。等黄瓜。嗯。两个吃是三个块。先准备完两锅，赶快来。那今天俺来的喝，我还不敢，俺不能喝，我那这。好吃。我什么都不想，这个秋辣椒真的吃的好香啊，越吃越香。喝不喝大姐？好点。好吃。哈哈。我把这准备菜时候吃些。我把桃子削了，最后。我把纸粘好些，我不喝些。嗯，人多是越吃越香。来来，聊菜，我快吃四天。吃不完。别炒菜。吃不了炒菜，我每天是吃这炒西洋菜，吃饭呢。我老公都是炒一下去的，炒完的，你喜欢。